两万分程咬金比你们都高。对线花木兰啊，直接不让他抢二级，对线花木兰。OK， 咱们先到达一手二级，刮你一手 ，A 你一下 ，A 你一下，踩你一脚 ，A 你一下，再 A 你一下，再 A 再刮。哎呦，这个闪现，这闪现亏两个兵呀，兄弟，直接亏两个兵呀，直接血亏呀，木兰。这个一心，这个站位很那个那个啥呀，兄弟。把布甲补上啊，花木兰应该没回家。好，血包被吃了，血包被吃了，说明他没回家。我们推慢点，知道吧？推慢点，推慢点，等下一波兵线汇集，他就更不想回家了。我们现在踩 A 二，你放不放心？我就看你放不放，你放不放心？我吊打他，你们不用总是来。哎呀，这不打，哇，这么肉的张良，这么肉。这个花木兰至少两三波线没有吃到，他现在直接废了，见面直接干他就行了，应该还没四级吧？哇，好惨，兄弟，好惨的木兰，你想生死，我先给你一套，反关系，他升四级。会有一个膨胀期啊，可能会找我打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怕他。A 二，哇，这都不敢吗？什么鬼被随便进野区？阿古朵随便翻野怪吗？多往上路转。花木兰不是我的对手，多帮帮上路啊，老是来帮我，糟了，先反阿古朵一个小野怪吧，小蜥蜴，有人来了，快跑，太地图太黑了。嗯，张良来了，感觉不对劲，你知道吧？木兰裸反甲行吗？反甲前期不强，不如冰心。反甲是后期强，他那个爆炸伤害是根据你的血量来爆炸的，你血量越高，爆炸伤害越高。而且反甲是有真空期的，合成很费钱，不像冰心都是一小件一小件400块400块往上叠，前期不拖节奏。还有一点就是说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反甲他这个装备没有 CD 的，20 CD 可以帮助咱们前期不用回家，相当于无限大招，懂吧？所以总体来说，冰心比反甲好不知道多少倍。野区都给你反烂，兄弟，跟我对线。冰心是什么？就是我现在出的这个装备啊，前期不拖节奏，你看它都是一小件一小件的合成的，不像反甲合成一下需要700块，很拖节奏的，前期要憋出700块才能到达一个强时期。看了没？这俩小件好了以后再合成冰心只需要400块，真空期躲啊，还强。又来了，不用帮我的呀，张良过来了，张良来了，人有点多，但是我们不怕。Double kill，
不行，没有梦魇，这回血太猛了。你看，有冰心，有蓝 buff， 七秒钟，我刚才刚按的大巴又好了。我大招又好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再反他个蓝。基本上咱的大招啊，比他们的小技能都不值钱，你知道吧？咱大招太不值钱了，随便按，有冰心有蓝，这你也抢，塔都不要，人才呀、啊、兄弟！你不要我也不退，我就让小兵退。哎，你要，回来吃个血包。你贪兵我就揍你，让你贪兵兄弟。贪兵就得挨揍，生吃一波伤害。A 二大残，好打回家了，打回家翻野怪。开始撤退。他可能没回家，可能在这个草里。好回了，推他。哟，来这么快呢？这小子跑这么快。真打不死我，卡他一个身位，他根本就拍不中。没那个啥，还是不要了。等你个梦魇兄弟，别，等你个梦魇再打。这萌呀，有点嚣张啊，兄弟们。先刮一手试试伤害啊，三分之一还行，踩。哎呀，操！大招没按出来，糟了，小瞧他的伤害了。